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 好，我们回到直播现场，在弗里迪亚主星的轨道上，维勒安大帝的盟友终于抵达，他们来得及吗？目前的计划是派遣工作单位收集先冷水晶，然后重新启动稳定器。行得通吗？我只能说，行不通。稍早之前，弗里迪亚的核心由于某种未知的敌方科技而产生激烈变化，导致一波又一波的熔岩涌出地表。又有一波马上要来了。我收到消息，熔岩正在上升，希望部队已经全数撤离低洼地区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！神族竟然阻碍我们，把他们打倒！启动无人采集机，高能瓦斯多更多，你一定超喜欢的。 金矿不足，熔岩消退了，留下一些水晶。指挥官需要在熔岩淹没他们之前，赶紧收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第一块水晶抵达了，这场星球毁灭的浩劫倒数，稍稍延迟了一些。 地震专家泰瑞指出，地壳活动越来越密集，是代表熔岩又要涌现，时间不多了。各位观众，熔岩正在吞没低洼地区，请看现场直播报道。敌人似乎想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消退了，简直来无影去无踪。现在就看工作单位能不能及时收集到刚刚出现的水晶。再过4分钟，弗里迪亚就会毁灭。两位指挥官听不到我说的话，但是我确定此刻他们都感受到无比的压力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 盟友基地受到威胁，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马上行动，换上行吧。 你必须放置在重胎上，盟友进入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地震代表一件事，熔岩又要再度涌现了，熔岩又涌出来了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稍后继续为您报道最新消息。 敌方部队朝基地过来了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亚历克桑德号重新起航了。指挥官必须非常小心，有些熔岩喷发的高度甚至能突破平流层，连太空船都可能会被打下来。 进化完成。看来熔岩停止爆发了。等烈焰浪潮再度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里为您及时报道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敌方部队即将攻击指挥官的工作单位。
请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报道。坏消息吗？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指挥官的工作单位应该很快就会拿到水晶并送往稳定器，我们会在这里报道整个过程。工程车准备开场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记住，华盛要工作时啊，马上行动。我们需要更多王。最新消息，环境稳定程度达到25%。不过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正要工作是吧？出发。敌人似乎对我们的基地很有兴趣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你杀了我了！好的，坏消息吗？是，雷神兽随时可以行动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重要工作是吧？我方部队遭受又是地震。熔岩很快又要冒出来了，请继续锁定唐尼·伯米利恩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。熔岩来了，各位观众注意低洼地区，那会是最有看头的地方。坏消息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消退，我们来看看指挥官在现场的工作状况。别害怕，这只是暂时的。我们的部队正与盟友进入战斗。现在由我指挥一颗桑德号。盟友进入战斗完成。我们胜券，不用客套了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马上行动！坏消息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啊！记住，你杀了我了！马上行动！没问题。坏消息吗？你杀了我了！进化完成，进化完毕。稳定器的动力已经恢复了一半，不过现在庆祝还嫌太早。有坏蛋准备攻击我方基地。地壳活动所引发的地震撼动着整个伯利迪亚，熔岩紧接着就要出现了。熔岩又要涌上来了，希望他们已经在撤离低洼地区的部队。重大消息，有只被当地居民称为熔蜥的熔岩蜥蜴被吸引过来了，这将为现场造成难以想象的混乱啊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虫巢受到攻击。看来我的消息指出，熔岩退回去了，即将再次回到与时间竞赛、重启稳定器的任务。马上行动！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盟友进入战斗。雷神兽准备出发了。
化完成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好的，没问题，重要工作是吧？盟友进入战斗。集中。进化完成。重要工作是吧？马上行动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动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啊！你杀了我了！进化完毕。我盟友进入战斗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马上行动。重要。好极了，有一大群敌人杀过来了。盟友进入战斗，开始轰隆作响，很快就会涌出熔岩，这次的规模相当大。我刚收到最新消息，熔岩来了。连接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盟友进入战斗。尾随在后。熔岩蜥蜴出现的时候会让周围起火燃烧，四十联盟的盟友会采取行动吗？还是会放任这个生物到处游走呢？搞定。重要工作是吧？敌人准备进攻了。今天四十联盟的盟友残忍地杀死了荣西，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喷火怪物。我认为水晶是被熔岩到处搬来搬去，泰瑞却说我的看法没有科学根据。哼，别听泰瑞的话。这决定重要工作是吧？准备行动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啊，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重要工作是吧？盟友基地部队遭受攻击。准备行动。有。真不敢相信，稳定器几乎完全恢复动力了，他们会成功吗？我会继续追踪最新的报道。又来了。熔岩很快又要涌出来，少来了泰瑞，承认吧，你只是想上镜头嘛。熔岩又要来了，伊文恩的摄影团队正在捕捉现场画面。收集到水晶吗？进入战斗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航。虫巢受到攻击。啊，
亚历克桑德号，幸好其他人没看到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是根本毫无新闻价值吗？什么？我们还在直播？